要放进去啊。七耶，我七七。哎，这是上海机场。现在时间哦，现在时间是1:15了。1:15哈，准备要搭机啊，回家了。挂行李。这是上海机场。七天行程就这样圆满、完美的画下句点。这七天所经过的地方，都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凡走过必留痕迹，来，快！爱来山，爱来转哟。在哪里站？在哪里机场？这是上海机场哈。上海机场，哎，你要回家喽。对呀、啊，要回到我们温暖的家。哎，晚上啊、哦，就回到我们的家来自己料理晚餐了啦。晚餐不用了，明天了。明天了哈。明天。哎，回到可爱的家。我的船了，轻易的江南之旅啊，画下完美句点。那到了到又好，哎，到该落雪又好天，又该落海雪，一到又好天。对哦，那个江南诗里，古先生古董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宝，我们现在挂心宝，宝哥，宝哥，宝哥，我美女也随团来，你看这七天哈、哦，我拍了很多，对啊，凡走过，凡走过，哎，对，必留下美丽的痕迹，就是东东在这里面哈、哦、，DV 里面装着，回去呢慢慢来整理啊。61，好，D61。漂亮，哎，漂亮，各种反应哦，我醉了，漂亮。哎，转的啦，嘿嘿嘿。旅客请注意，请前往D61登机口登机，谢谢。啊，我们正在要搭机回台湾了，啊，我们到D61啊登机口。
一包。上海东浦机场哈，好立体哦。哦，62，这64，超过头了。没有，在那边呢。62，那边62，前面那边61。61啊！61在前面，那62，你看呢？来来，第61。对啊，前面了。行，可以，那边谢谢啊。没有。可以可以，谢谢嘞。1号。哟，冇太多。这是上海东浦机场。哦，那两边说啥子呀？两多少？我们的飞机哈是2:30的飞机。每辆就要11，要11的。十三四条嘞，从省行过去用的。我们搭乘这个港龙啊，要飞往上海。要回家了，要回家了。我们搭港龙哈，航空哈，要飞到香港去。对，回到香港。哦，要机场，机场要机场。对呀对呀。哦，那个岸上是不是？你有没有关拖鞋？哦，我好，我还好。时间没记完。没有关系，其他我已经回来一下啊。我们搭乘这个港龙航空啊，要飞往香港。哎，过班想我来盘一盘呀。哎，过班怎么样了？你坐哪里？那你过来啊，跟他调换一下。跟谁调换？港龙航空啊，要飞往香港。
时间嘛是，13:30，时间13:30飞到香，前往香港。要回家喽！我回家了啊。哎呦，总要回家喽。不关了。啊，关了，哎，不关了，所以喊了，刚没看到你就不关了。哎呀，你没看到小大。大谢谢啦，谢谢。